人间苦难呀、啊，苦难多啊！为因一念起贪难，对求名利求无到啊！迷幻各见习气多啊！也就是，啊，甲逐个人讲，是安怎人间啊。 那会遮尔真济苦难呢？啊，就是因为啊，一两起贪婪嘛。这个贪婪的心，有人啊，就是贪享受啊，代志该做诶，无想爱做。 就是干阿希望，会当虾米代志拢免做，干阿些，得逐家人会落苦啊，互咱来享受，真呢，就是无所事事啊，只是干阿贪一点辛苦，会当卖受落苦。 现在安尼诶人也真多哦，有诶人啊是庸庸碌碌啊，就是敢若无用，无用，虾米啊？伫咧、啊、对玉，迄个名啊、字啊，所求诶名安怎求啊？ 都还无够完所求的你呢，都是也无够多，所以啊，命啊，你啊，所伫咧追求的呢，永远拢无止境啊，因为万格的以前，哪怕是伫咧修行啊。 不管是小心、重心，或者是呢，已经发菩萨心，啊，你真发心嘛、哦？哦，这个人真有愿力哦。但是呢，这个菩萨心跟愿力呢，那是一，一点会贪婪上去啦，呐。 怨力啊，甲心嘛、啊，全地消退啦。心呢，啊就无去咯。吼、哦，真诶，就是抑切冤结诶，以前不管是新闻著、就是平时听法听真侪，时间是真长啊，著是拢伫咧听法啦，叫做修行。 毋过发听是做啦，但是呢，无入心啦，听未入去啊，迄在是那伫咧听法啦，内心都底咧做批判，这发根本都无入心哦，看起来呢，好亲像伫咧修行。 啊，都有伫咧听即个声音嘛，有听着啦，却是内心嘞，无接受。即种嘅声有听，但是无入心。若、啊、即种嘅人啊，若真容易呢，起着即个贪婪心。若、啊、有嘅人啊。 我亲像聪明，看着真聪明啊！知啦，知啦。啊，爸讲诶。以前我都拢差不多知啦。外面环境境界倒一项我毋知呢。虽然是知啦，确是呢，道理无透彻、啊。啦，实事方向一点啊偏差。 讲伊是聪明、聪明的人啊，犯罪却是多、多多。所以这种贪婪的心，实在想带来了人间啊，真多的苦啊。所以一点点想，哎呀，人间啊！ 何来苦难多呢？到底这苦难是安怎造成来？对因救得啦，就是，伫咧一念也贪不意啦。贪咱诶辛苦真轻盈，毋敢去劳官，毋敢去劳作，毋肯甲逐个人呢？那好。 好好个这即伫群众中啊，从小家庭开始，社会开始，迄直是修行个群众中。那有安遐人啊，真正是也是苦不堪，扰乱了社会团体，甚至家庭，真个拢是伫贪即粒心。 即只是干哪顾家己啊，受家己个辛苦，唔肯去付出。有个人真怕拼伫咧付出，却实呢，贪名钓利啊，自私自利，哪怕是真殷勤呐，但是呢，有了自私自利，对家庭、对社会、对人群，拢是无。 帮助确实呢，也惹來,来了呢，这军、個、长啊，哎、呀，无法度去接受。其实呢，穷多丁丁，再、這、嘛、個、就是啊，做苦已经完了、啊。这种东西，而且贪名求利啊，无道，家己未晓职责，讲有资格无啊？ 有啊，我自觉，所以我要来去修行。啊，来修行呢，有觉他无？愿意利益大家人啊无？也有安尼想啦。但是呢，在群众中做无够，无法度通脱离他，记不得自觉，亦无法度离他。要安怎讲？会当觉行圆满呢？ 在未当各行弯弯的尽头呢，就是习气罪，这是咱凡夫啦，具现的圣人啦、啊，啊，就是真正用心在咧听闻佛法，真正呢，从智慧来体会人间那四季轮回，或者是呢？ 看到人间呐、啊、无常变化，起着惭愧死嘛，爱国再去追求人间国较透彻的真理，那么真正修行啦、啊，自觉呐，也嘛是因缘教啊，会当利益他人，亲像安尼法。 菩萨心行菩萨道的人，但是呢，也到万万觉悟的以前，嘛真容易呢，犯掉这个贪爱的病看《法华经》经文的内底都讲过去了，那么现在呢？ 妙光菩萨的地主中啊，同款呢，也有安尼的地主，却也是呢。对啊，咱精明所提起的呢，供养诸佛啊，随顺行大道，上界得胜佛，转出自受记，安尼一段一段受记啦，吼、哦。那但是啊，这内底呢？ 所修持的人呢，嘛已经是天中天，最后有一位吼，那就是嗲这个日月灯明佛的菩萨中，前面有讲过这种这种成佛啦，佛号叫做净心。 啊，搁再继续啊，啊啊、的入决定明佛啊，呀，入灭了后，妙光菩萨继续教化，继续呢讲佛法经，咁款内底啊，法王子啊，嘛会当最后得到受记啊，到家伫即个最后啦。 天，地，天，就是讲在八王子也好，这个人拢一定呢，念妙公菩萨啦，计成就，这日月定明分。你到了后，安尼一直滴咧培养教育啊，一群人啊，真用心，滴咧念佛发种。 阮那是、啊、会也尼专处的手机，一直到到最后呢。天中天啊，何为天中天啊，天中天，那就是、啊、佛子尊亲，也就是讲天字那那些。 真恭敬，毋是干那人间恭敬啊，是连天都恭敬啊。所以呢，向天及人间所尊敬的，称为天中天佛啊，就是三界之父啊，嘛是人天的导师啊。 那么众生之福啊，这都是呢，大家人所最尊敬的，那称为天中天，从人间到天堂啊，所最尊敬的吼、啊。那不知下天中天是人间天人所尊敬啊，也是。 祖先之道，师，道团无量众。即、這个祖先啊，那就是、啊、印度四圣之一，应该就是婆罗门的印度啊。印度呢，最受人尊重四圣阶级中是。 至高无上啊！因为是认为伊是大梵天王呀子孙，所以呢，伫即个素性阶级伊是白伫最顶悬人吼，这是印度佛陀出生迄、那个时代啦，社会。 的形态哦，那这《婆罗门啊，就是弘誓大愿天王修净行的讲座。所以，因真空哥啦，感觉讲吼，这四圣之中，我是至高无上，我是大愿天的子孙啊。所以，伊认为。 伊诶智慧、伊聪明、伊诶种族等等呢，都、就是比一切诶人啊最高。所以，伊有空过教所以因修行啊。有诶人是在家修行，有诶呢是出家去修行。有诶出家修行啊，所修诶呢。 嘛是真偏激啊，也唔是讲吼、哦，啊、就、都是完全正心，或者是正修，唔只是干那安尼哦。婆罗门教外道行啦、啊，嘛是真复杂啊。不过呢，婆罗门呐、啊，这种的种族呢，是伫在,在印度啦，是最比。 尊重吼、哦，所以因家己呢嘛是真骄傲伫咧吼。所以啊，佛既然是信佛啦、啊，啊，超越了呢，祖先是婆罗门，是婆罗门教嘛，真侪人都是来皈依佛啦、啊，所以佛伫婆罗门教中啊。 也是会当领导婆罗门，即种真正诶骄傲，却也是呢，承认佛陀诶教法，若是真单纯啊，迄、那个婆罗门种族诶人，他就会对佛陀诶教法啊，也是真信受奉行，所以叫做。 祖先至大師啊，度脱無量眾哦。因为咧，喺印度，這種嘅种姓咧，即个种族真正是真多，所以会当接受嘅咧，嗱人数都真多咯。大師咧，是印度大將進入佛吉道家。 这叫做导师啦，咱平时啊，世间一教育啊，学生除了老师以外呢，也嘛有导师啊，导师啊，都、就是在咧引导学生呢的正确的方向。咱修行者呢，共款啊共款。 咱爱知影方向伫倒位啊，对着导师呢，正确诶，方向行，倒袂偏差。啊，即、這个导师呢，就是啊，各我诶人，毋只是自觉其他也个些拢总各兴旺、啊。我呐，地地相稳一代各者。 是佛，是菩萨，会通情好；佛会当称为导师，菩萨也会当称为导师。就是、啊、人间的典范啊，凡是会当做人的典范，都会当堪称为导师啊！所以，这是妙工。 发生伫这個、道场中啦、啊，啊，有阿尼在将这种、個、接受受具执棍的弟子中啊，还是有妙光法术伫咧引导，还是妙光、這個、法术呢为因伫咧刚发化。 经啊，还安怎样？力行即条菩萨道，菩萨诶道路呢，要行得真正定、好、哦、方向，要真准好、哦。所以呢，这是《的佛法经》啊的道理，是妙光法说所伫呢，领导咧，即团即种呢。 发展转修持的修行者，那是妙功法师呢，所伫咧带动的啦。迄 <music> 个中间，八百地主中。 其中有一个地主啊，虽然也是在咧行菩萨道，可是伊会心嘛、啊？也是真海大，也阁有这个海大的习气哦。那么贪得无厌的，这种海带，自然呢贪得一心都会起啊。 啥物叫做海带呢？即、就是、基伫咧修行啊，虾米心会想怀海,海带？意思著是讲，海带下就是正性之类，伫咧修行啊。若有海带呢？互家己呢嘛是即种诶拖累啊。 唔是伫军众中咧，互人起厌、自信咧，对家己咧修行，也是一种嘅拖累。 只是修行者有这个害大的心，拖累家己啦。也讲呢，在家人嘛有害大呀，我在家人诶害大啦。那就是我要做工课啊，真平淡，唔肯认真负责家计吼，唔肯负责家庭诶责任嘛，所以。 家庭啊，都无法度通我振兴起来。真济人讲啊，啊，即、這个人因诶爸母较早呢，是、啊、有钱啊，有地位啊，啊，有房地产真多啊，啊，就是来到即代啦，即代呢，伊诶囝就是安尼啊。 真贫惰啊！要食毋吐趁，啊！要享受毋肯做啊！所以呢，这是一个败家子，吼、哦！和现在的家庭，安尼呢，土地一地一地瓜出去，厝一间一间直直卖去，事业呢无法度通振兴起来，即种教价呢，衣食不富，吼、哦！那。 这个衣甲食呢，都无法度同我长久咯，那、哦、产业不振啊，所有谓事业嘛，一点败气哦，真、这个、呢都、就是灾给人啊，那是害大啊，就会败给那这个家产呢。 对，散开去吼，事业呢都、就是啊一败不地。这都是害大呀，再给、啊、人啊。呀，是出家呢，出家也有害大呀。既想要修行啦、啊，对啊，群众众啊，就是一种多变世相。 爱打拼，爱认真，爱承担家业，是为了打拼。所以呢，就讲来去出家较清闲。真侪人拢讲出家较清闲啊！有诶出家吼、啊，我做两年啊，我著已经呢会当叫做啊，是中老啦，我爱。 会当享受啦，啊，少年呢去做啦，或者是呢，自顶家己呢已经是老资格啦、老修行啦，啥物都免做，爱、啊、知影吼、哦，水产无好上啦，过去啊，啊有安尼一种的吗？逐个人伫咧做工课啊，啊分工啊。 云积所啊，啊，有一位老修行者，他呢虽然是年纪大啦，不过已经发心山顶修行啊，也若无水呢，啊，都爱去打，啊打水呢，都爱润植物啊，啊，即、這个老修行者就讲，我也要润那、啊。 来论到我打水诶事，我应该呢要甲大众结好缘啊。为上主付出诶，是供养修行者，所以我愿意。所以即位老修行者愿意呢供用即、這个丛林中啊，逐个人发心修行诶人。 一旦甲人结上大缘呢，著是供应水。所以伊打水即个进务啦，伊毋愿退落来，著、就是一直要去打。若有一天啊，看到一群呢在修行者，而且呢拢是较少年呢，逐家人啊伫咧洗衫。 用水啊，都、就是啊，无有一个节度。这位老修行者，一天来来回回，山脚山顶啊，吼、哦，毋知爱走几处啦，嘛会啊，嘛。但是呢，伊甘愿，确实看着遮的人，伫咧、這個、用水无节制啦，伊毋甘。 第一，唔甘水嘅浪费；第二呢，唔甘即个修行者呢，迄个心没啊无修啦，未晓疼惜天地万物，未晓体谅呢打水的辛苦，一种未晓疼惜天地万物，就是一无自觉，一直呢在咧浪费家己的性命。 所以他不，伊唔甘啊，才会无自觉嘅修行者。看到安尼呢，无去体谅别人啊，打水嘅辛苦，嗱，即就是无觉他咯，未晓去体谅别人，安尼不断地咧用啊，浪费啊。所以，这位老修行者，他就一句话安尼讲。 哎呀，各位啊，同修啊，恁要知哦，最惨是真歹想哦。轻轻的一句话啦，但是啊，咱呐安尼改听起来，轻轻的一句话，蕴含了对修行者的敬亭，修行者。 敢毋就是为求自觉来修行立宗林吗？伫宗林中呢，竟然未晓要修福啦，未晓要听受大地的物资，若安尼，敢算有自觉嘅人呢？无啦，既然未晓要去体会，别人安尼遮你辛苦伫咧做。 咱嘞逍遥伫外面咧呐，安尼讲叫做修行咧，无体谅别人嘅心。那布施啊，那咧布施啊。那有财物诶布施。那、哦、嘛，有无畏施哦，你做啊，遮辛苦，唔免惊责任咧，我甲你斗胆。 代志我甲你倒做，这呢叫做无畏师呀。那一有法师呀、啊，你若毋捌来，我甲你教。你看，这才是真正的对庄林诶来底，发心修行诶人，那么动修动做哦。那应该爱安尼啦，出家若国再海带啦就不灵。 出离生死之苦了吼，来修行，就是为了要出离生死啊！那生死证明讲过去，分断生死抑各有啊，变异生死，分断生死呢，是大自然的法则。啊。 变易心术是咱的心嘛、啊？这个心念起落吼，啊、这都是咱的应该要真注意啊！好，唔通伤害、害大吼。对过去的修行者的群中、啊、都有安尼的人；何况现在呢，这种害大的人呢，总是。 贪得利用，还想要救一个清闲啊，伫人群中啊，啊，若是时间交到来去食饭啊。阿妈著是休困啊，啊，啊啊啊起来呢著、就是享受别人所做诶现成啊。亲像这呢，拢总叫做海带，贪得利用诶人啊，所以多求无厌啊。 叫做贪贪心的坚固，叫做着，就是一直贪落去啦。安怎看呢？都无法度解开伊个这个贪念的心。所以出家的人啊，多贪利用啊，干呐想想讲，时间到我就会当把口喝啊，用我的身体啊，安尼多好啊。这叫做利用吼、啊。 在家人来报喜呀、啊，拿出家人来享受啊，即时看那安内两点，真呢叫做害大贪得利用吼。 家呢，所以啊，在家人就是啊，爱恭敬、尊重出家人。那那安尼一出家啦，真正是一个最可怜的人呵。那就是啊，要做一位呢，真正是为可怜人做导师，咱要做因的典范，咱要来引导因啊。出家呢，乃是大众父师啊。 出家呢，那就是要为众生所依靠的啊，做众生的典范啊。那会沦落到呢，迄、那个海带贪得名利的地步呢，安、啊、尼是毋是真可怜呢？总共一句修行啊，咱要好好精进啊，在日常生活中呢，咱要好好精进。 在咱的心念中呢，咱系时时警惕，所以爱多用心。